阿丽莎，那你做来？哎呦，阿都威廉啊，无说你去烫掉，你紧甲看一下。哈，我无经验中啊，你去看好啦，我叫医生。唔免啦，你替我治疗就好啦。是我伤过着，去吧，想要赶紧甲猪脚同我小号你妈妈姐阿姐安尼。你讲啥？你要用猪脚我骂家？无你即马是搁咧不倒一撮哈？写条告伊找我骂献殷勤。姐。 潘威廉即摆是真心悔改，知影妈爱食猪脚，才会去买猪脚来回家。妈，莫对伊遮歹。阿囡啊，大事情骂是爱，优先行为爱话，希望我进步，所以才会骂我啦。呵呵呵，搁发到脸上话吼，笑我真严重啊，我要出去白白人啊。莫啦，你先甲看啦。哎，医生。 这烫伤，不严重。Mrs. 徐，你先甲顾一寡清汤汤处理就好。哦好。成功。哎，又进来。阿你阿姊人呢？哦，文杰要开会。文杰伫咧帮威廉搞药啊。 威廉是安怎？潘威廉经过即届的驾驶啊，已经咧反省啊。即几工拢走来阮厝，甲阮妈开讲。阮妈从细汉就足疼伊的，甲伊当作是亲生后生咧对待。你想哦，若是潘威廉讲伊也是足介意阮姐，阮妈一定会甲因送做对啊。到时因两个，不对卡会用重新开花结果。 潘威廉是孤囝啊，阮妈对伊一定足放心的。嗯，告诉公话，因两个人若是真心相爱，我一定会祝福伊的啦。啊，你帮我寄这文件给恁姐啊。安尼，但是我先来啊。成功。 恁妈，敢若真正就疼威廉的啦。是啊，若是疼着的人是我，我唔知影我妈搞伊遐尔烦恼。当然会啊，恁哪会咧问啊？嗯，对吼，我无应该咧怀疑阮妈，无怪啊，我妈常常讲我唔知影感恩。<笑>你看起来哦，就疼你妈的话啦。 可是讲，你妈若是爱你甲潘威廉做伙，你敢会勉强家己接受伊啊？无可能啦，我对潘威廉一点仔感觉拢无，我哪有可能甲伊做伙？哦，你为妈讲我遮早，无得靠你，因为友好啊，做出连你家己拢会后悔的代志。啊，等一下，郑成功，我乃感觉你敢若是咧食我甲潘威廉的醋吼。 我吃醋，你要改想，这就是你的自由啊！啊，告诉公啊，你若真正介意潘威廉啊，那就叫做自寻死路。我知啦，其实哦，爱自己哦，就是你放假的时阵，莫阁替你的同事代班啊。 你好好出去行行的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。对了，啊，你过两天啊，不是要休假？嗯。看你是不是在位，我奉陪。哦，这听起来很爱自己呢。嗯。所以你是答应啊？那你等电话联络。好。我先来啊，拜拜。拜拜。